포치켓다지 뭐하다게요. 우와, 아이자 아 나제가 뭐야? 爸, 내가 쇼합 知道 그런지야. 这几款的真是太欧라. 지금 주로 하여 오시면 될까요? 하오자야, 네빠 이래하고 지지 하여도 你看啊，我是咪甲你讲啊，你这提示大家又袂错了。我知影，宋子鸟是宋子鸟对吧？啊，是多只卡卡。哎呦，天啊！啊啊！我先讲，差不多两个月。 感谢你，一个人这么辛苦，给我养大汉，你付出一切来栽培我。今晚我要出嫁啊！我真欢喜，在这个时阵，你妈找到你的幸福。接下来，我妈就教好你啊，请你一定要回幸福，爸。 谢谢，丹青，我都教好你啊。丹青，今妈妈不是一个人尔，你的责任会更加重哦。今仔日郑英雄会伫同齐时间替两对新人证婚，今嘛请新郎新娘互相誓约。 当初是因为你欠我两千万，我为了这个债务，才跟你绑在身躯边。结果我今麦才发现，原来是我赚到。因为你是我生命中的无价之宝，心爱，你这世人注定要跟我牵条条。 有你伫个，我会当放心慢慢啊变老。因为我知影你会甲我的手牵条条。伫个未来的人生，你若袂放手，我就绝对袂放手的。但是，当初我两双讲要失去你的时阵，我的眼前一片乌暗，袂输我的世界被放弃同款。好佳哉，你无离开。 为迄个时阵，我就知影，我后半世人就是为你来活的。我唔相信啥物三面海誓，嘛唔相信啥物海枯石烂，啊，不过我相信你，林子深，因为我爱你。请新人交换手指。 Thank you.
我直接宣布，两对新人结成夫妻。是咧唱啥？无啦，迄隔壁伫个闽东个。对啦，我头拄仔讲唔对啦，即隔壁伫个闽东啦。啊，我来干嘛就热呀？哦，来，乾坤啊，即闽东竟然送去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要来送闽东啊，我出来。我就知影，有人送油饭来。你啥子要骗我？是不是想要偷偷藏起来我吃？哇，搁有一个这么古锥的红影，这是啥囡仔？隔壁阿好姊妹的查某孙啊。你安尼搞到轻轻花，那是想要吃，让做伙吃啊。没了，来来，你吃。阿好进牌子，我瞬间就高醉了。这油饭嘛，最好吃的。丹青，敢那无想到什么代志呢？安尼就好。人讲那两人金面看，不要害死你哦！是嘞，你安怎无？你把我破到安尼，我看起来敢无安怎？好佳哉，你无发了我的教材，啊那无我那是我都教考你着。你放心，我会负责。我是讲你的啥？等下，我哪感觉你足面熟的啊？我敢伫咧倒位看过你？当初你袂救我的囡仔，我恨你！我知影，凭我即马安尼哦，看起来就参像基诺里维啦，你着感觉我有明星脸。是，确实是激怒我了。恁两个人差足济，看起来咱亲无认出我，那安尼我应该免着急走，凡事阁会当甲伊加相处一挂时间。哎，看你还无点啦，啊无你讲啊。这三边哪背？咖啡就歹势，啊，若无，你就陪我洗衣服好啊。
你这个人头壳是倒位有问题啊？我今天衫看起来刚卖5000块，你给我叫你在学什么？这么难衫，要够精神赔偿。我无需要精神赔偿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气度啊？我。你真正有气度？你想要创啊？啊，我知呀。我跟你讲，阮家是做小生意的，我嘛有正当的工课。虽然讲阮家不是大富大贵，啊，不过阮的生活平安顺遂，嘛无欠人的钱。所以你别想要跟我骗告我替你赚钱。小姐，你想想济哦，我看你嘛无几两吧，买买嘛无偌济钱啊。好啊，那是无的，刷刷去，另外。等下，我不跟你骗哦。啊！阿翔，我想起来你是谁啊？顶礼拜新闻有报，有诈骗集团被抓到。这个诈骗集团都是弄在骗人的辛苦钱。你是不是其中一个？小姐，你家己拢讲啊，被人抓到啊，那安尼我先到伫遮。我哪会知影你是安怎走出来？无你卡，你就是走来遮重操旧业，想要骗遮个上需要爱、上单纯的老大人。我真正不是什么诈骗集团，是阿爸讲几届啊？李孝阳子，杨丽，我跟你讲哦，我阁有爸母爱照顾，所以卖把我当作是目标。还阁有这老大人嘛，同款，恁想要对因动歪脑筋，你若是敢欺负因，让我知影，我就叫人给你轰出去，我一定报警抓你。有听到无？你的兵，我记掉掉。搞我误会是诈骗集团，嘛好过认出我是林子轩。多谢你啦，这几年哦，你家姐过恁家这么好，我等帮忙就好啊。虽然你讲，啊，你拄到代志，你有代志要处理，啊，状况阁这么复杂。啊，做兄弟的哦，会当家己安尼斗三工就安尼尔。至少你所用的钱时阵哦，才袂遮尔烦恼啦。嘿，啊，你平常是毋正交的，即摆拄着啊，煞一句话拢毋讲。哎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已经拢切换成垃圾桶模式啦。是要讲啥？看见咱亲人好好，我就好啊。好你个大头，你根本就无好。为恁分开以后，这几年来，你拢偷偷对单亲啊，偷偷个关心。不过，这阵哦，可是头一摆，还真小拄着。你安尼，这么唔嘛想要来接受，我惊伊家你拎出来。迄心情真复杂，真痛苦哦。嘿，你是安怎？我倒位疼，你拍倒位哦。哎呀，我就是要拍到爸比拍到你袂敢疼。哎呀，不过你心内空缺，会永远流血流滴。搁再讲啦，迄款代志根本无应该怪你啊，你嘛是受害者。我毋是受害者。我确实是凶手，是杜光亮。我连讲凶手是我，若不是我甲杜光亮迄个关系，根本就袂发生叶元秀人来找我麻烦的代志。我想要不妨单亲，啊，不过伊人伤济，单亲想要来斗三工，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伊有五星八个位啊，伊还不借话，就急破产。医生，医生，我是作家，我冇没事啊，麻烦你。但是我担心啊，已经谁来？
一定就听啊！我需要这，麻烦你较紧的啦。大姐，我大姐，我大姐。来，你看妈妈好不好？大姐，你看，来怎么样？不醉吧？乖哦，乖。大姐，你先弄。大姐啊，大姐。讲话查某囝平安出事，啊，毋过担心大出血，需要紧急送去大病院。当初是状况这么着急，你车会驶这么紧，那是人之常情，那是意外。你万无想到有一台车会去弄红灯啊！拢是我，明明就有机会。
看到恁的孙啊，对不？讲话啊，妈，妈，子孙你讲话啊，子孙。阿姐，你听我讲，咱两个人出车祸，阿囡仔。你哪无去啊？无可能，我唔相信，无可能，我唔相信。但是，但是，你听我讲，我无骗人，我嘛无想要相信这个事实，但是，是啊，但是，你莫跟我回信嘞，我莫你跟我回信嘞，我唔是要你救囡仔，你啥都无救囡仔，你啥都无救。我唔是无要救，但是。家有保障啊！我袂赴啊！啊！我可能袂赴，我都叫你卖管，我叫你想救囡仔，我可能袂赴，我可能袂赴。我哪可能无管你？啊！不过，但是，是你啦，啊！你卖搞回事，卖搞回事嘞！你是囡仔老爸嘞！你来这里哦！你来这里！你来这里！看，看，他只是嘛不管你啊你啊！你卖激动啦！你才拄手术尔，你身体袂康健啦！叫医生，紧叫医生啦！哦，陈志，啊，你妈呢？你叫我有啥物路用？即马我的囡仔走啊，我嘛无想要活啊！我要用我的命甲囡仔活，我要爱我的囡仔回来，我要爱我的囡仔回来，我要爱我的囡仔回来！听我讲，你看你是。子孙，现在你袂救我的囡仔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你搞出去，我永远都袂原谅你！你搞我出去，你莫安尼！你现在袂救我的囡仔，但是你现在袂救我的囡仔，但是你想要安尼啊？担心啊！担心！你搞你自己，我担心你自己，我担心。伊拄我手术煞，恁身躯边的人较注意，莫让伊情绪这么激动。谢谢，多谢，多谢。阿姐，咱别安尼好不好？你听我讲。是，你搞听清楚，阿姊姊啦，永远、永远拢无可能原谅你。